仅能刷视频，而且还可以玩游戏呢。你看，打开快手，点击侧边栏进入游戏，找到对应的游戏，不用下载，打开之后就可以直接玩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小游戏不占内存，不用氪金，让你轻松缓解生活工作中的压力，而且还有超级多的热门网游，新人下载还能领取专属大礼包呢。更多超好玩的小游戏都在快手，别再犹豫了，赶紧